真的买很多，五个最值得买跟抽最多的智能产品，我还不喇喇声少话讲划算，就哇那好看。等一下，给我弄一下先。OK， 看看我身后的这堆箱子，花钱了，花钱了，一二三四五。买真的买很多，感谢我刷 Shopee 不屈不挠的精神，给我找到了这个新年五个最值得买跟扣最多的智能产品。这里面哦，最夸张的那个扣了1888，也就是说我省了1888就买到了。这些全部都是 100% 真版，哇，不是假货啊， Shopee Electronics 是没有卖翻版货的。直接来看一下我的战利品们吧。等下来我会先跟你们讲它的原价，然后我是用多少钱买到的，我用什么网球，还有哪里买，一步一步教你们。哎，第一个就是这个 DBR 家的 H8 Wet Dry Vacuum， 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一看到它的原价，再看到它折扣之后的价钱，我二话不说买。这一台哦，是五个产品里面折扣力度最大的那一个，它原价呢是2599，然后它扣了1888。我是在 DBR Malaysia 买的，然后那时候我还领了他们的那个额外的一个188 seller voucher， 就是说我用711块就买到它，我还不喇喇声少话讲划算，就算我自己不用啦，新年要拿去送长辈也是很好看吗？直接示范给你们看，它系列是13000帕的。如果说家里面弄到年饼啊，或者是可乐啊，弄倒了就可以干湿一起打扫干净，新年非常适合用。小朋友如果弄倒食物和水呢，你全部一个动作就搞掉了。它是有三个 mode 的 ，auto 就是自动 detect 决定什么 mode，suction mode 吸尘不了啦 ，high power mode 顽固无忌的时候用的。通常我是用 auto， 因为给它自己 detect 嘛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是有 screen， 可以看到电量啊、模式那一些。吸完了之后，你按这个 button， 还去自己洗自己哦。大概一次续航是可以耐38分钟 ，tank 可以装500ml 的水，是够用的啦。第二个是 Arcade 买的，喜欢拍摄的人必入 DJI Osmo Mobile 6，它是一个可以收进的一个小小的手机云台，它其实不复杂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嘿嘿，两步打开，装上手机夹 ，OK。可以看太阳啦，那用它拍出来的东西就很稳哦，很风比你吃了鸡脚的手稳啊。它是用了3轴稳定，你就可以拍出这样 steady 的 video 啦。但是最好用的是智能跟随6.0这个新功能，它先是 lock 着你的脸，然后需要人很多地方呢就可以稳稳的锁定你啊，跑来跑去也是追到你的哦。就算我离开画面一下子啊，它是可以重新找到我的，就很适合旅行拍 vlog 用啊，所以 Ken 就买了哦。这个的原价呢是759的，但是拿了 seller voucher 之后就变成609块就买到了，就相等于扣了 20%， 然后它还可以做 0% 的分期付款呢。第三个就是这个啦，新年回港风必备滴滴拍 Z50 行车记录仪，它是可以拍到 4K 画面，然后它又有前后镜头了，还有一个2寸的 screen 可以看回路过的东西，也可以在 app 里面看 4K， 是真的很高清啊。而且哦，还有这个 Night Vis 技术，我自己试了，在晚上路也是很清楚，有 GPS 可以知道自己的驾驶路线，然后也会有动画啊，看着你的车速、行驶状态、指南针那些。安装的话其实也是不难啊，就是粘上去 ，cable 都上去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女生车里面一定要有一台行车记录仪是很重要的。那我选的这一款是 Z50 GPS 加 Rear 镜头，然后我是没有买 memory card 啦，因为我有了嘛。如果你们要是可以一起加购的，原价749，但是滴滴拍现在有特别优惠，只要625了。第四个也是新年待在家必备，这个是我买给我妈咪的 Perry Smith 2-in-1 毛地谷歌，我绝对是看中它的颜值，因为过年嘛就是要红彤彤的，哇，那好看。而且还是这种 matte 的材质的，戴上去，啾啾啾啾，还蛮好靓嘞。其余呢还有青色、黄色、紫色，还有蓝色。它有两个温度可以调，上面可以蒸东西，下面可以炒菜什么的，也可以做火锅，主打一个锅打天下的类型啊。蛮大一下啦，4L 可以放很多次下，然后也是用了不粘锅的材质。这里我就不示范煮的啦，反正它的原价呢是239，然后扣了101块啊，所以129就买到了。最后一个也是 Perry Smith 家的，也是红色的，因为过年嘛就知道红彤彤，整个家红红就对了。它是一个电饭煲 PS900， 但是它是有特别功能的电饭煲啊，伸出来了。OK， 这个呢它也是蛮便宜的，它原价是499，但是它扣蛮多的，扣到来199搞定。它的特点你看到吗？
Low GI Rice Cooker 它可以煮出升糖指数低的饭，因为米饭其实它本身是有糖分跟淀粉的嘛，这样你用了这个低糖淀粉煲之后，它就会帮忙脱糖啊跟淀粉，这样老人家跟减肥的他们就吃到比较放心这样子。然后它也可以设定煮饭时间啊、保温啊、煮粥啊、煮汤都是可以。好啦，我现在已经把它摆完出来了，这个全部呢就是我的 shopping 战利品们，我就用了各种包邱啊、free shipping 啊、cashback 啊，扣来扣去就买到了这一些，那种满足感就感觉自己赚了一个亿，没有？反正是整个新年呢 ，shopping 都是一直在做折扣，每个星期是 knockdown deal， 最高会扣 80%， 享乐包邱又可以领50块，还有 60% 的 cashback 呢。啊，我还有一个 code 可以给你们，在这边。这个 code 呢，你用了可以扣多 20%， 那是只限买电子产品啊，所以你加买加买，再加上这个 20%， 你们就可以扣很多了。那要去哪里找呢？首先打开 Shopee， 然后就开始打 Electronic Zone。找到了之后呢，你会直接跳转到页面，你就可以看到 Knockdown Deals 啊，然后各种的 Voucher、Cashback， 还有各种的产品。我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下单3天就已经到了的，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买的话，新年前就是 confirm 是可以收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次再给你开箱别的东西，拜拜。